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这次可得帮我，成为我的担保人，这可是我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上次给你的10亿不够，陈女士啊，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，要不然也用不着求你。再说开发楼盘这事，10亿难搞，还剩多少？我想想啊。 100亿，100亿，楼盘的开发权拿到了，拿到了，你放心啊，只要你签了字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其实100亿还不够使用。女婿啊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哪里也是你的钱呢？我们总不能什么都靠你吧？你大伯他既然都已经洗心革面了。 那你就帮他一把，有无妨嘛？对，只要你负责签了字，钱马上就能到，钱一到位，就给我。我考虑一下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？我介绍你啊，这位是张律师，公证处的。 这位是江南银行总行长刘行长，这位李先生的资质非常不错，我们银行也愿意帮你，就是缺少一位担保人而已。只要秦先生你签下合同，我立马就。不会有半点疑问。我们知道秦先生您是有能力的，女婿，这下你总算相信了，你就帮你大伯吧，这样李新泰也有面，对吧？ 好，很好，你们两个做的很好啊！王总，那我跟庆鹏的事情，您能保密吗？放心，我做事一向言而有信，而且这次。 帮我受了这么大一个罪，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啊！<笑>不过嘛，这件事要等你那个废物女婿抓进了监狱，这事儿还算完。王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你不是答应我们？ 就是叫去他一下吗？小子，这怎么还进监狱啊？这个恩女啊啊！怎么成还要帮他不成？岂不怕你告诉他，让你们一块儿走？哎，对呀，我就听你的，王总，你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呀！ 玉贤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让你当个富婆绰绰有余了。你说你为什么还要来苦练工作呀？因为这是我另外一个家呀。你不在的时候，都是这群孩子们陪着我。都他妈给老子下车！赶紧的，咱们的手续都办齐了。 把这帮孤儿全给我轰出去！还有你赶紧的，给我吃完中午饭，快点！这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看样子好像是拆迁队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这块地早就被地产商他们买了过去，经常会派一些混混过来赶人，没想到这次居然动真格的了。 站住！你们不能进去，这块地是福利院的，你们凭什么拆？这小妞长得真好看啊！你不会是这福利院的奶妈吧？
这奶水也不足啊！你说什么？哥滚！老子不想伤心无辜啊！这福利院早就该拆了。你们把这里拆了，那里面的孩子你们来养吗？管老子屁事！老子又不是圣母。动手！你他妈谁呀、啊？敢招惹老子？你知道老子当过谁吗？给你们十秒钟，滚！弄死他！我上！弄死他！我上！告诉你们老大，这家福利院我保，再敢来惹事儿，我就要了他的命！滚！他妈有种！你他妈给我打着！废物！起来！走了！雨欣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今天我们赶紧去院长办公室问问情况。好。啊！宁愿通融一下，这福利院可是我的心血。说拆就拆了，老东西，给你宽限多久了？三年了。不是，你指望这块地给你养老是吗？大哥，那院里可是有100多个孩子，这福利院一拆，哪什么养活他们呀？这不是老子想吃，让他们上街去要饭，难不成会饿死？对了，你要是怕他们饿死的话，我给你想一个办法，你把他们手脚不砍了，这样绝对饿死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人渣，良心被狗吃了！这牛你说让你混混啊？找他妈那个叉子，信不信老子就地把你办了？你不过就是个拆迁队队长，无法无天吗？你只冲我来，来！行，我好了，让我们大老板。哎，只要把孩子们安全，等你呢，还差3个月，老子告诉你，就今天必须把合同给签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外面那些托儿，老子把手表给砍了，拿去卖。谢谢。娟姐，娟姐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雨欣，你回来了。你还能下地走路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院长，福利院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个开发商买了福利院的地，想要盖成商场，给的钱很少，养不起那些孩子们。小刘，你从哪儿来的？这儿没你的事儿，别他妈在这妨碍了。还是福利院那么多小孩，你看不见吗？你把这儿拆了，让他们去哪儿？又他妈来一个圣母玛利亚。什么意思？老子实话跟你说，这些孩子连路都走不了，至于去哪儿，不关老子的事。你，而且啊，今天这个合同要是不签了，你们就……老子的忍耐是有限度，再磨下去，那少不了呗。薛哥们，啊啊！放开！你他妈放开！放干净！你完了！他妈别想从这活着走出去！光头，人呢？都他妈上来！好了，你的人都被我废了。什么？我说你的人都被我废了。你要是在乎。我连你一块。有种你他妈别走！雨欣，这位是？院长，长姐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秦天。未婚夫，就是5年前害你跳楼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口误。没关系，我来就是为了帮。帮？还是算了吧，
他们不好惹。哎，就算你们再能打也没用。他们呢，都是本地的地头蛇。是啊，小兄弟，你还是赶快走吧，要不然三哥一会儿带人来找事儿，你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想走啊？晚了。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。想走啊？晚了。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。周少，就是这个不长眼，阻拦我天元，还伤了我的手下。周少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有失远迎啊！老子三番两次跟你，你还这么婆婆妈妈，真是活腻了。周少，我知道这地是您的，给孩子们的安置费能不能多给点？我保证立马签合同。安置费啊，简单呐，只要你让我把你那些孤儿的眼角膜、肝脏、心脏通通挖出来卖，然后咱们三七分。我替你算。你这个疯子，你不要乱来。你呢？我待会儿处理。敢得罪我周俊杰的人，你今天不缺胳膊少腿，那真是有点说不过去。周少，别乱来啊！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的，我们好好聊，好好谈啊。好好聊，姐姐，你快救救院长！住手！怎么这么着急揍？周俊杰是吧？你还能整？现在跪下给院长道个歉，我会饶你。让我道歉。今天师傅教你的口诀可还记得？背出来。孤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知如阴，动如雷霆。不错，这堂课师傅就教你不动如山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万物静止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你这招了，你想死的话，我可以成全你。谁敢动我儿子呀？啊！周董事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给我搞事儿，啊！是这亏心，我也是。爸，就是这个王八蛋，他居然敢打我！爸，你怒死他呀！谁敢动我？姐姐呢？嗯，怎么？你为什么？啊！姐姐，我儿子不识抬举，得罪了你，你快点快说，饶他一马吧。爸，你怎么给他跪下？你给我闭嘴！这算什么？大名鼎鼎的秦先生。姐姐，快！秦先生，小的你也不是太差。请秦先生您放我一马吧。秦先生，我跟他们认识，这也交往。福利院这块地，你花了多少钱？啊，喂，秦先生，在家。3000万，福利院光建设就花了将近3亿，你们3000万就买了？没有办法，可是就是花了3000万。哦，
先生，你们地不要了，请您饶了我们吧，好吗？谢谢。你是福利院的员工，那就交给你处理吧。我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提出来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是是是是是。我要你们向福利院捐3亿，还有你们的3000万，成立基金会，养好这里的每个孩子。另外，不准再来骚扰福利院。好，好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那还不快滚！哎，滚！滚！阿少，雨熙老师，哎，这位秦老师，大恩不言谢。我给你们跪一个！千万别，院长，我呢也是福利院中的一份子，以后啊还要教小朋友来上课呢。好，好啊，孩子们肯定很喜欢的，他们总给我念叨着，李老师，李老师。今天啊，我已经跟院长谈好了，等我们办完婚礼。我们就过来福利院做工作，怎么样？嗯，好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我在想秋风的事情。今天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机会，不如现在就去找他谈谈。糟了，出事了！王八蛋，拽呀！再给老子拽呀！啊！再给老子拽一个看看！你那个很能打的兄弟呢？叫过来！反正我就不行。来呀！来呀！行。自己找死，就怪不得老子了。秦钟，都给老子让开！都给老子让开！操！就这傻逼，给老子打死他！呀！师傅。师傅，没事吧？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姐姐，你们不想活了吗？就他一个人，不用说别的，兄弟们，该你死了。同学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叫救护车。好。金峰，兄弟。兄弟，一个女人有什么好怕的？给我上！哎，你王八蛋，真害死我们家青峰是吗？5年前他因为你进去，5年后又因为你被打住院，啊！你娘是被狗吃了，嫂子，你什么你？你还想狡辩什么？当初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庆丰自己沦落到这个地步，你要逼死他吗？前没有，现在又因为你们住院了，医药费谁来付？你吗？你付得起吗？嫂子，你放心吧，医药费我们会垫付的。放心？你让我怎么放心？我们家庆丰自从出来以后一点钱没赚到，还要养了整个家，现在你们又害他住院了，家谁来养？
谁来养？这张卡里5000万，你先拿去用，密码是60，以后每年我都会往卡里打钱的，就当是这些年我报案了。你说什么？5000万？我这辈子都没听到过这个数字，真的有5000万？对，嫂子，真的有。我现在就去取钱，你要是敢骗我，老娘一定不会放。弟弟弟媳，你们这两年在哪发财啊？卡里真有5000万，真是土豪啊，土豪啊！嫂子，这个钱啊，你就拿着用，医药费呢，我会另给你的。现在已经没别干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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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好人呐，好人呐！有了钱，老娘干点什么不好？早就想跟这个废物离婚了。不过这5000万不够我花。哎，嫂子，怎么了这是？我瞒你说，嫂子还有点事想求你。嫂子，你别这样，有什么话你就说。我跟庆峰关系那么好，能帮上的我肯定帮。嫂子都到家里去，跟庆峰一样，他父母过世后，后事也没操办。还有两个得了癌症的亲戚要养，你看你能不能？还缺钱用是吧？嫂子穷，穷了一辈子，嫂子穷怕了呀！别激动啊，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嫂子也不要多，才要5000万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5分钟后，5000万就会打到这张卡上。嫂子，谢谢你，嫂子，谢谢你。嫂子，现在回去给庆峰煲点鸡汤喝，你再多等等嫂子。好。这位床垫呢？哦，他今天早上办理出院了。出院了？我老婆带着你给那1个亿保了你，我其实也知道你给她钱，也知道她一定会还，但我没有阻止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欠我。我欠你的，要是能用钱解决就好。你以为在这里给我装好人，我就会原谅你？自当引出来的时候，爸爸对天死地，我爸爸也死了，咱俩现在都是孤儿。这是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像放屁？我现在很有钱，也有权，家里缺一个兄弟。你想不想跟着我办一下事业？是开会所还是混吃鬼？都不是。你信不信？只要我想要，这一片都会成为我的产业。我管不了，那不是缘分。你还不如一年给老子1个亿，我给你当保安。也行啊，去。请问你是秦天先生吗？不是我。秦先生，对您私吞红沙集团800亿赃款的事，能否做出回应？秦先生，
对您私吞红杉集团800亿赃款的事能否做出回应？兄弟，你的钱这么来的？是，秦先生已经有相关爆料了，赶紧做出回答。秦先生，作为一个大男人，要敢做敢当，见我会视而不漏，你赶紧做出回应吧。哎，你这钱怎么回事？我兄弟说没有就是没有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别敢一口吃蚊子。赵先生，你是秦先生的朋友吗？他到王法的事情，您一定参与了吗？这事儿知道了。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别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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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。秦先生，干啥事的？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有点事。劝你别反抗啊，不然的话你还来。刹车！介绍一下，我姓孙，你可以叫我孙立文。吃块口香糖吧，这样可以聊得轻松一点。孙立文，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你800亿在哪儿？我查过你账户了，空空如也。800亿？什么800亿？我不想跟你废话，你也别在这跟我说。昨天你在医院给个黄庭的人转了1亿，说下你资金来源。那是我在海外银行的钱。海外银行？你以为你拍片吗？那个账户根本就不是你的账户，你却可以动里边的钱，凭什么？那是建筑公司发给农民工的钱。他们怎么过年？他们怎么生存？我说没同性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你要如果再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他也抓起来，跟你一起调查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你就不怕丢了饭碗？替天行道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孙立文，赶紧把人抓！抓的是谁？四儿，您怎么亲自来啊？你还问？快把秦先生放了！秦先生，您说的是他？废话。这个房间里还有谁姓钱？可是他吞了红杉集团。放你的狗屁！你知不知道钱先生的来历？他的资产加起来10个800亿都不止。钱先生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居然连黄三儿都对他如此恭敬。说吧，是谁把这个名头安插在我脑袋上？这秦先生，恕我不敢直言。说吧，我不会做难于你。是，我们调查过，是您的未婚妻的大伯还有母亲，他们联合红杉集团下的手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否答应过替李庆鹏做担保人？他向红杉集团借了800亿的赃款，然后突然之间一夜就不见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背了这个锅？是。好一个李庆鹏，好一个红杉集团，真的以为区区800亿就能搬走？
店主，800亿的漏洞是否需要立即填补？你刚才说这钱是农民工的，那真的800亿去哪儿了？秦先生，这800亿估计被红杉集团转移走了。红杉集团，今天来了！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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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王红杉连农民工的钱都敢动，真是过得不耐烦了。哈，你们两个做得很好。这些钱，那拿去。这800亿，我再给你分一分。我记住，烂肚子。好了，王总，王总，您确定这小子不会再犯下次？我可是亲眼见过这小子多能打，就算是天王了。800，还有9条命，完了。那就好，还是您厉害，杀人不见血的手段，我们俩呀，这辈子都学不来。还是你们两个最打掩护打得好，要不然那个未必有见子。是是是，王总说的对。王总，什么时候安排我住我弟弟呀？急什么急啊？今天晚上你把他开端，把我送出去啊！好，谢王总，谢王总，谢谢王总。明天，我腻一辈子。小李，嗯，不听说，你要帮我背。不听说，你要帮我背。秦天，你怎么放出来了？王总，你不是说提防老子都放不出来吗？他怎么就放出来了？秦天。看一下你背后的实力和精彩啊！800亿，我没把你送进去。10亿不够你们两个花的。你以为10亿很多？你这个废物，也不看看王总多大，给了我和庆鹏每人100亿，算个屁！对。10亿算个屁！我都不会珠付，给我10亿，再痴人说梦去吧。王总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对，王总才是衣食父母。现在，哪怕就是王总想玩我，我也会献给我们王总。这么做，对得起我和雨熙吗？就你这个废物，你还有脸跟我提雨熙？我们李家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是不是真的就给那么一笔钱就能抚平我跟雨熙的创伤吧？这辈子都不配娶雨熙。真算是知道了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闭嘴！这是他自己找上门，我们快点找记者曝光他，不要跟他多废话了。我看你们谁敢污蔑秦先生？我看你们谁敢污蔑秦先生？秦先生，你们三个栽赃污蔑他人，设局陷害无辜之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先生。不要污蔑我吗？不当你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还跟我装模作样，真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？现在证据已经齐全，还想狡辩？等等，
你口中的证据在哪？该不会就是你的一句话吧？王红山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有数。八百亿的赃款就在你的账上，一查就知道。哪条法律规定我账上不能有八百亿？还是说有了八百亿就能定我的罪？你，黄立强，就讲证据。自首前，合同也是你立的，八百亿，于情于理于法，都应该是你在。可是我红三集团，黄先生，凡事我讲证据，我的证据都在这儿。你想抓我，拿出你的证据，是没有。啊，哼，好意思，我有。不好意思，我有。我看倒不如想想怎么把八百亿填补。啊，看你这废物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八百个亿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一串数字啊。既然你这么想看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王总，这个废物他又在装逼了，能拿出十个亿我信，八百亿还只是一串数字，你吹牛不打草稿的。陈女婿，你就认命吧，这是何必呢？八百个亿在你眼里或许岁月高山，无法逾越，不过在我眼里就是用你的 POS 机刷，然后再睁大狗眼看清楚了这张卡里究竟有多少钱。哎呀，好啊，我就看你是不是在装模作样啊。哎，王总，我来帮你刷，这点小事哪样能让您亲自动手吗？我是不是在幻觉？拿来我看。十万亿、百万亿、千万亿，这九千万亿！黄先生，劳烦你告诉那些农民工，他们的工资我来给。我不但要给，我还要给双倍、三倍。是，兄弟，你的公司市值多少个亿？这张卡里的钱够不够？就算没有能怎么样？秦子正做了官，凭什么找我？我的确是没有办法把你送走，不过让你倾家荡产，那就是我一句话的兄弟。笑话！说让你笑，红山集团屹立东海是这么多年，就算你说让我倾家荡产，倾家荡产了？谁说不行？红山集团五分钟前你的所有资产都转到童先生名下，王红山，你可以宣布破产。王红山，你可以宣布破产了。你是首富李唐海，说成就成了，证据呢？首富也要证据了。证据？简单，给你的秘书打个电话，知道发生了。来，兄弟，一并购30多家企业，同时出手，就是使他破产。这。秦先生，兄弟不识泰山，我不该得罪您，给我一条活路。活路？现在是这样对待秦先生，想要活路，去监狱里挣。监狱？
我不能进监，我可不能进监狱。金先生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有些人不是你能得罪的，有些怒火也不是你能承担的。我不杀你，但是你是对不起。来人，把王洪山带走。不要，你们不能抓我，不是我出的主意。快，抓他们两个。不是我出的主意。快，抓他们两个。王洪山，你不要是个坏人啊！明明都是你逼着我们做的。你不要跟他瞎说。都是他们逼我的，都是他们逼的。你以为你们能跑得掉？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一个都跑不掉，全部带走。哎呀，你这，你放我吧！妈不想下半辈子都在里边，都是这我爸的，是他逼着妈做的坏事。我你们两个王八蛋啊！好，玉石俱焚是吧？好，志杰，这个贱女人。还有个秘密，根本就不是他亲生女儿。是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，雨欣，我是真的。你听妈解释，你是妈妈亲生的，你是。是个屁！你个浪蹄子，要不是他和你大伯搞在一起，我会设计给你们下套吗？我。是他和你大伯搞在一起，我会设计给你们下套吗？我，你跟我大伯，雨欣，不是这样的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不是这样的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为什么你们这样骗我？冲我笑什么？妈，你个混蛋！还不是因为你，怎么给你吓死？现在不会有那么多事了。你敢打我？林先生要我要你的命，一句话，我全认了。雨欣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你就看在雨欣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吧。罪有应得，无需多言。王先生，把他们全部带走，交给上面处理。好，全部带走。不要！弟妹，按照你的要求，结果出来了。你和他呢？的确没有什么关系。雨欣，放心吧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啊。今天，我想见见我父亲，我想问清楚真相。好，我们立刻去。秀芳，让扶叔备车。好的。雨欣，他不是有意瞒着我，你现在跟青楚有什么事儿？爸，我只想知道真相，我不会怪你的，你说清楚。是这样的，那个父亲是我还是我的爸？南海楚家是那个号称镇国安邦的道士家人的犯人。你拿我的生下你，不许你死心，什么意思？你就抛下他了是吗？说过话没有，但是楚清是有孩子，不是我能看好儿子。我要去找我妈。雨欣。让你干点活，一天天怎么这么难呢？擦的桌子擦一天了，是不是偷懒了？
说，没有，小姐，姐不是故意的。姐，你也配？你现在就是楚家的家丁，连家丁都算不上，你还不如要走。我可是听说过你的事儿，要不是当年你跟那个废柴生了个野种，今天也不会这么惨，对吧？你女儿不是野种。不是野种，你现在过得这么惨，他人呢？带着他走，永远别再回南海市了。小青，我走啊！带着他，有多远走多远。我这辈子就他一个女儿，我会走。快走啊！以后跟我说话恭敬点，少给我顶嘴。我可是楚家的二媳妇儿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是你丈夫的姐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姐姐，你也配？我要你用嘴巴给我一点一点的舔干净。我让你用嘴巴给我一点一点的舔干净。给我舔，给我舔。妈，干什么的？谁让你们闯我楚家的？你放过我吧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是二十年前的野种，你居然还活着？你是我女儿。妈，你还认得我呀？是我，我是你女儿。你妈身上脏。妈，你当年为什么不要我呀？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放开！你居然还敢来楚家，这里不是你能进的地方，给我滚出去。不要赶走我女儿。滚，全给我滚，一会儿婆婆回来了你们都得完蛋。什么事啊这么吵。婆婆，你来的正好。什么？楚晴，你好大胆，居然把这个野种带回家来了。我不是野种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贱女人，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？还这么说话，信不信让人撕烂你嘴皮子？我不是你们楚家，我不吃你们这个。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把我妈给接走。妈，我回家。我站住！楚晴，你反了天了不成？你要是敢跟这个野种走，信不信我让他活不过明天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我不跟他走。女儿，你走吧。我再见你。够了，我不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小野种，你未经允许闯进我楚家，脏了我楚家大门，给我滚出去。敢不听我的话，来人，给我一口一个小野种，你楚家真把戏当演了。一口一个小野种，你楚家真把戏当天王老子了。你是哪来的野狗？这是在南海，我楚家的地盘，我楚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们楚家就是再有能耐也有惹不起，我奉劝你不要那么高调。惹不起的人，
小子，你失心疯了，知不知道楚家在南海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哪怕天王老子来了，到了楚家也一样要下跪。这么说，你们楚家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了？对呀、啊，楚家就是天不怕地不怕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带着你的小野种给我滚蛋！固执。阿爷，今天我要把你带走，我看谁能拦得住。是谁敢在我楚家地盘大放厥词？公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浅儿啊，这不是听说你怀孕了吗？老夫特意赶过来为你祝贺。多谢公公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个女人就是楚青当年生下的小野种，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楚青啊，是你让她回来的。爸，我这个小野种，你害得我们楚家遭人笑话二代。我回来只羞耻。你害得我们楚家遭人笑话二代。有脸回来是羞耻。我又不是楚家人，何来羞耻之心？你别给我乱扣帽子。小野种，你闭嘴，这里有你说话地儿。你再叫一句小野种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。公公，你看这人凶我，赶紧赶他出去。你臭小子，你拿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卸了他一条腿。这人居然是个内家高手，难怪楚家称得上有道之家。有点本事，但是还不够。放手！啊！楚家的是个高手，还懂得我们内门的功夫。放手！你倒是有点本事。不过我们楚家乃武道世家，你敢跟我们楚家作对？什么？你们楚家在其他人眼里或许是跟庞然大物，但是在我眼里，一句话就能灭。你说什么？但是在我眼里，一句话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人真能装。臭小子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行。老夫几斤肉废，看你倒是有几斤几两。居然对我三师父的农民工，给老夫起！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徒儿，跟我学吧。龙岩宫古校长皆为三师父毕生所学，二者相生相克，如同最坚硬的矛，最坚硬的盾。到底是谁家的传人？是的，你没事吧？公公，你怎么样啊？你猜不出来我是谁？我想可以报仇。你猜不出来我是谁？明天，没错。弟子楚宗山参见大师兄。什么？大师兄？家人，你老糊涂了吧？这小子他怎么能黑大师兄呢？闭嘴！跪下来！师兄，
我求你，老爸，这位是擎天，是我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，看来三师傅说的没错啊，南海楚家是他亲手扶持，连龙吟宫这等绝学都交给了他。跪下，都给我跪下！ 家不义吗？我家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从来没给小凤跪过，你倒说清楚呀！清清松松就能灭了我们楚家？什么？清清松松就能灭了我们楚家？什么？ 我正是因为凌霄殿，正是凌霄殿的殿主。什么？老夫参见凌霄殿殿主。刚才从你听你说，你们楚家已经是天罡之地。你这个，我们楚家算什么东西？天塌地垮了啊！ 老爷，我什么我闭嘴！师兄，我们楚家任由你责罚。谁？要是我说灭了你们楚家，不过看在侯家的母亲，我认了。多谢大师兄开恩。 多谢殿恩，多谢殿恩。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擎天的岳母。这天底下，我看谁还敢欺凌你？妈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，我们回家。皇上，有人来看你。 你谁呀你？我认识你？知道。早他妈给我打哑！走！最好别他妈说我。看看你自己，只会无能狂怒。你这样，我怎么放心让你找擎天报仇呢？你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 陈坤，10年前传说中的杀人之王，只要他肯出手，就能让擎天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是说他也关在这里？拿着这个东西去找他，然后说服他出来。 剩下的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办好了，你就去国外打工。我亲爱的哥哥，这个局我看你怎么破。 晴天，我们真的要邀请这么多人啊？就算不邀请，也会有很多人上门祝贺的。你可是我晴天的老婆，讨厌。福叔，哎，婚礼就定在3天后吧，到时候会有很多中海名流上门祝贺，要招待周全。是少爷。对了，晴天，我那些大学同学，啊，我想把他们一起接过来，还有那些兄弟。 之前也都从我这里打探过你的消息。那就让庆红跟你去吧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好。我弟弟的事情调查清楚没有？启禀殿主，赵家被您灭掉之后，您弟弟就销声匿迹了。哦。
他被凌霄殿盯上的事情，所有山海关已经全部知晓。现在山海关已经没有人愿意帮他。有意思，把消息传过去，山海关内谁能把我弟弟压进去，我可以赏个赏金的消息。有意思，把消息传过去，山海关内谁能把我弟弟押送过来，我可以赏得水晶的奖金。是。等等，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过，赵家背后的势力是天鹏集团。最近这个天鹏集团有陛下，属下曾经调查过，目前天鹏集团正在处于动荡，疑似有人出手宰了董事长的过去。跟你这个弟弟有关？这个属下不知。但属下知道的是，动手的人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杀手。哎，有多久没回来了？我记得秦天亮小子追你的时候，可干掉了不少你的弟弟。自从秦天走后，你干什么？来，你别动！快，自己，快啊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动！快动！是你，杀手之王？啥玩意儿？杀手之王？真的假的？走！哎，明君，我相信那种临时逃走人吧，今天就要见识见识，这杀手之王到底有多猛！六大哥。既是大喜之日，要不要去一趟凌霄山，把我的七位师傅请过来参加婚礼呢？罢了，师傅们说过，只要下了山，便是尘世中人，无需再登山。再说了，打扰他们也不好。喂。说实话，雨溪被绑架了，红玉还受了重伤。病人没多少时间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，跟他说清楚吧。店主。穆远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等你死后，我会把你的骨灰送到凌霄殿，供奉为英灵的。少爷，敢在你眼皮子底下动手的人，恐怕不是什么凡人。滚出来！身为凌霄殿的死士，连个人都看不好，你们要如何给我交代？属下愿以死谢罪。找到了雨溪，你们再死也不迟。传我命令，动用凌霄殿全国势力，掘地三尺也要找到雨溪和庆风。谁敢阻拦，杀不赦。是。
谁啊？别白费功夫，嫂子和你的兄弟都在我手里呢。说什么？想死是吧？你可别激动，一激动我也会跟着急。要是一不小心动起手来，你不又是孤身一人吗？啊！我给你半天时间，你如果还想那么活着，你给我打上。飞机，专机，前往山海关。我亲爱的哥哥，你来得真快啊，我还以为要多等一些时间呢。哼，看来你找了条好狗啊，弟弟。嗯，今天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是吧？这趟就不走，我看看你怎么死。我的耐心不多，赶紧把雨熙和庆风交还给我。我可以饶你一命，然后跟我回家祭拜父母。父母，我秦风从小孤身一人，何来父母？生你者视为父母。住嘴！我叫你来，不是让你来教训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灭了秦风？我想你还不知道，秦总不是一个多么厉害的宝贝吗？我想你还不知道，我们秦家有一个多么厉害的宝贝了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五年前我让赵家动手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一个秘密。秘密？这张金箔片是一位上古神人留下的，我想你应该认识。这是季叔，这个也是假的吗？嗯，可是六师傅看过，他说是真的呀。傻孩子，那个老鬼糊弄你了。他虽然懂一些鬼神之术，但这辨别之事嘛，还是你七师傅更在行的。啊，徒弟啊，你知道这叫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此物名为七星幻丸。七星幻丸？可是它这个不像灯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开天眼。你如果开了天眼之后，看到这便是一盏灯。原来如此。那它有什么用？七星幻丸灯，这顾名思义，自然是由交换元神之功效。如果它是真的话，你我同时将手放上去，便可以元神互换。什么？这个这么神奇啊！此物散落人间多年，如果日后要是有机缘遇到的话，还是要小心一些，否则。否则什么？否则你的人生将永远与他人互换，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。应该是珍品无疑了，可秦家为何会有这种东西？你知道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会有多么的兴奋吗？你知道我要用他干什么吗？你想跟我互换身份对吗？
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知道你是凌霄殿下，或许我还没这个想法。可他是凌霄殿下，最神秘的组织。如果我做了，一定会比你这个废物。凌霄殿主这个位置不是想坐。你以为你有得选吗？来吧，我亲爱的哥哥，是时候做个选择，是要女人，还是要兄弟，还是要你自己？是用自己来呀，来做个选择，看看你是更爱你自己，还是爱你的兄弟，又或是你的女人。如果你想要凌霄殿主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可以给你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僵。你傻还是我傻？我费尽心思谋划这么个局，你凭什么跟我讲条件？嗯？是要兄弟？啊啊！他干了个五十三，五十三啊啊！亦或者是要女人？你给我住手！你闭嘴！你要是敢动我，那就一起死好。其实，你只要跟我一起触碰这个金棺子，那大家就都不会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！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五分钟后你谁也没选，那他们两个都会死。已经这样赔了我的钱，徐飞凡，今天呢，此去下山，哪怕是要千难万险，你都要好好的活着。镇守天下是我们凌霄山的使命。可做事，儿子呢？就剩下两分钟了，我亲爱的哥哥，做个选择怎么就那么难？有时候人要学会自私一点。你就这么确定我会选这三个中的一个？这家伙该不会还有什么后手吧？这家伙该不会还有什么后手吧？皇上，我让你办的事情搞定了没有？皇上放心，天蓬集团已经将山海关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，凌霄殿一个人都进不来。听见没有？凌霄殿的人一个都进不来，我就算告诉你他们就在山海关，你也救不了。选吧。是吗？傻干了这么多年，你这一步不敢杀他，反正只有三个选择，干掉一个正好。王山，你告诉我，你是哪个？女朋友看上去比较重要啊，要不然先杀死女朋友吧。好，先杀他女朋友。听见没有？给我把这个女的解剖，她死了。
5、4、3、2、1，9、8、7、6、5。你在倒数什么？倒我死的时间吗？3、2、1。这，今天你天赋奇佳，我们已将毕生的功力传给你，从今天开始接管凌霄殿，替我等镇守龙国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徒儿遵命。都说2年前我的未婚妻就是在这儿被中海帐下逼得跳楼的吗？少爷，你父母死后全是他亲手安葬，年年祭拜。中海赵家为何逼他？赵家想他嫁给赵天明，他为了等你，只好以死明志。今天啊，你以后要是敢不娶我，信不信我嫁给别人？哼！而且到时候让你找不到我。云溪啊，云溪，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？为什么？赵家杀我父母，辱我妻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少爷，您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千万别招惹赵家，他们全是滔天，惹不起啊。启禀殿主，属下查到夫人尚存人事，但已下半身瘫痪。什么？他在哪儿？就在赵家，被逼着今天就要嫁给赵天明的傻子弟弟。随我踏平赵家。是。吉时已到，拜堂成亲。贱婊子，宁愿变成残废都不肯嫁给老子，老子今天就要毁你一辈子。一拜天地，老我拜堂结婚。给我看。怎么还不服气啊？你这条命就是我给的。不拜是吧？老子看你拜不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我真是到手了。母亲被卖，洞房，我登进洞房了。今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能下辈子再嫁给你了。远政三拜，让谁死？今天是你吗？我等了你好久，你终于来了。玉溪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原来是你这条野狗，我还以为你早死。怎么来我赵家是想让我送你去见你的叔啊？去哪？找死！竟然敢打我！我今天来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灭了你们赵家，让你们血债血偿。你，我来之前呢，给你们赵家15口人预定了棺材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！放肆！我赵家也是你能得罪的？当年侥幸让你这小废物逃走，不躲着也就罢了，还敢回来找事儿？来人，给我把他废了！今天你疯了吗？赵家你招惹得起吗？你赶紧走！5年前我丢弃你，是我窝囊。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秦天了。傻逼，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愣着干嘛？废了他！
你别动！别过来！当然是四人了，我赵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，你给老子住手！我说了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跑！给我住手！欧阳先生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小王八蛋来我赵家惹事，可他是官一员啊！小子，你现在跪在地上求赵老原谅，我就饶你。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，滚！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刑天，他是中海市地下龙头，你得罪不起的，你快走吧。中海市的地下龙王，就你一点配合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挺狂妄。贵叔，可我废了他的手柄。那家狗啥？天二，你可知世俗界内之高手，分内外二门吗？小三师傅指点。所谓外家，即主修拳脚之门，像八极拳、洪家拳、咏春拳、太极拳，刚猛有力，筋骨硬朗，皆为外家。内家是？内家以内气运功，不露拳脚，却杀人无形。你下山后，如果遇到这种人，切记要敬而远之。内家高手就这样。他就是你的李章了。小子，你要想死，我不会拦着。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整个中海市都会追杀你？你是不是觉着掌控了整个的中海地下势力就很了不起了？十分钟内清除所有的中海地下势力。由凌霄殿掌管。各位听到了吗？那小子失心疯了，污蔑了我整个地下中海市。你这条废狗也配？老大，没事了，咱家在东海所有地下势力全被什么？什么？秦先生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对，哥哥，您高抬贵手，只要您放过我，您让我出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欧阳先生，您这是作甚？您为何对一个野狗低声下气？闭嘴！秦先生不是你能惹得起的，赶紧滚过来跪下。秦先生，我跟赵家没关系的，您可以去查。我刚才都是胡说的。你放过我吧！你千万别迁怒于我。要么自行解决。秦先生，我知道当年杀你父母的另有其人，可否我用这个秘密换您饶我？说什么？求秦先生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今天内清除赵家的所有人，要是少了一个。就拿你去。清除赵家的所有人，要是少一个，就拿你去。是，谢秦先生大量。别怪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说吧，是谁指挥了赵家？秦先生，您可知道山海关的天蓬集团，秦家就是他的妻子。天蓬集团，山海关内 80% 的实体产业都由他掌控，是真正的龙头。为何如此？秦先生，恕我无能，我只知道这点内情。滚吧，毕生不准踏入中海市。是。雨仙，
多谢你，这几年的陪伴，三天过后，我今天就要娶你为妻了。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没关系，现在换我等你了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残废，我配不上你了。能再次看到你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牵连你。 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牵连你。放心吧，你的腿我能治好的。能治好？这五年我学了很厉害的医术，我要先找符书，要第一针。啊！啊！老东西，钱呢？拿出来，快点！给的钱不是都给你了吗？你这个不孝子，我上哪给你整10万块钱？老不死。 就那么点钱都不够老子赌的，关他本儿呢！拿出来呀！我动手！什么谁呀？让你来的啊！少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让你们见笑。少爷，啊，你就那秦家那张野狗吗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少爷。清官难断家务事。 你还是别参与进来了。老子死了！老子爹给你们家干这么多年，要你怎么能提拔？这个不孝子，你给我滚！严少爷的眼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当初要不是你秦家的命，老子至于过这么惨吗？听到没？给你起来！当初要不是你秦家的命，老子至于过这么惨吗？听到没？给你起来！ 滚！你给我滚！我没你这个儿子。行了，老不死，够我当当时老子是你儿子，你把老子当儿子看了没？打死你亲生的吧！够了！你想法？拿不出来，老子弄死你了呀！你别盯着他，别给他钱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放心，交给我。 给你1000万，够吗？哈哈，少装逼！你现在拿出1000万啊，老子现在就走。拿不出来，我不仅弄死你，最狠女人弄死你的玩意儿。那，你他妈敢打我？我信不信在找人弄死你？这卡里面有1亿，现在你拿着钱给我滚！从今以后，服务书的劳务我来养，跟你没关系。1亿。 行，我现在就去查一查，你要敢骗，再回来弄死你。哎呦，1亿，够老子买下整个齐白石了。<笑>这个畜生，我当初就不该生下的。少爷，你何苦如此？不错，你为了我们秦家鞠躬尽瘁，从今以后。 你就是我第二个父亲，是少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你就是我第二个父亲，是少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刘叔，3天以后我和雨熙举办婚礼，到时候你就是我们的见证人。少爷，小姐，你们要举办婚礼啊？喜事，喜事呀！ 我这就去操办。哎，林爸，我要先把雨熙的腿治好。当年我爷爷留给我的银针还在吗？啊，少爷，自打秦家覆灭后，这小畜生就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当了，银针也不值钱了。啊，对了，镇子上有个治脚中医，就是靠针灸治病救人，我去把他找来。 治不好，治不好。小病老夫可以治治，这瘫痪的病怎么？哎呀，老爷，这是我们家少爷，我管你少爷老爷，这病我治不了，哪有瘫痪还找名医的？
能活着就不错了。让你来不是让你治病的，你把针灸给我，我来治。你来治？你能治？开什么玩笑？小子，我劝你也别只顾着耍帅，害了人家小姑娘。我劝你也别只顾着耍帅，害了人家小姑娘。古代那些能死而复生、生动医骨的针灸之术，早就已经失传了。像你这种庸医，见多了。你，这是五行七鬼针。站起试试。我的腿好了，我的腿好了。恭喜小姐。那这个名针叫……弟子刘峰参见武神梅神医。弟子刘峰参见武神梅神医。你认识我的真法？何止认识，正是当年五行门的贵人教了我一手医术，我才能行医救人。难不成是我六师傅教来的？我记得六师傅创办了五行门，我这通天医术都是他所教的。请受弟子一拜，恳请神医再教我医术。既然有缘，教你也无妨。不过现在不是时候，改天再来吧。是，多谢神医。雨轩，你现在肯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不需要。哎，那就有劳你一番了。准备三天后举办婚礼。是，少爷。雨轩，明天我就准备去你家提亲。可是我爸妈离婚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们交代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启禀殿下，已经调查清楚，的确是天鹏集团指使赵家灭了秦家。已经调查清楚，的确是天鹏集团指使赵家灭了秦家。原因？红衣该死，没有查到。凌霄殿的情报部门都查不到。山海关似乎有其他势力指控，需要时间。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，查不到的话，人头。是。晴天啊，我担心我妈她会。我娶你那是早晚的事儿，总让她知道。好。妈，雨欣你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在下地走路了？就是把你的腿给治好了。是晴天把我治好了。晴天，晴天那条废物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伯母，还活着呢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没有资格进我家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给我闭嘴！笑死！我不是让你嫁给赵家吗？你还这个废物带我干什么？赵家人呢？我不是让你嫁给赵家吗？你还这个废物带我干什么？赵家人呢？妈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我非晴天不嫁。是什么？人心何守？少爷，我看你是疯了，给我滚下来！妈，骂什么骂？别吓我妈！我操！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啊？我真的是被你气死！你跪下！伯母，
对雨欣说话没必要这么冲动吧？她是你的女儿，不是你的仇人。这我不要你说，知不知道？当年雨欣她为了嫁给你，她受了多少的苦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滚！我今天来就是想娶雨欣，我有能力让雨欣过上更好的日子，而不是让你逼着她嫁给赵家那个小傻子。好生活？就你这个废物，你能给她什么好生活？你有钱吗？有权吗？你什么都没有，就你，比不上赵家的半根毛。啊！你们还不走？我不去，妈，我不去。你回去找他，现在再放假。我不信你，趁你发现，让我发现你。你去，你就不要跟我走嘛。住手！你个废物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有鬼子，我们家都怀疑你。你不准再跟我女儿来往。老母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这趟来就是为了提亲的。提亲？妈的！你三番两次欺骗我女儿还不够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还以为我想干什么？放开！你还以为我想干什么？放开！来了，你们这个臭小子，给赶出去！雨欣，她悔婚了。雨欣，你悔婚了，大伯欠了那2亿怎么办？赶紧给我回去！凭什么为了你的事业牺牲我的幸福？我就是要跟秦天在一起。你想娶雨欣，给我拿出3个亿，拿不出来就给我滚！雨欣的幸福就值3个亿是吗？就当做雨欣的聘礼吧。张口闭口就10个亿，那屋里是你成家的。失踪了5年，怎么还神经病了？吹牛皮都不打草稿的吗？你钥匙都拿出来，我不光能允许你娶雨欣，我还当场给你跪下。对，给我父母来10个亿，立刻。打个电话，刚才挺像，丢人现眼。你要是能拿出10个亿，让我叫你一声哥都行。就是拿不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我女儿。妈，大伯，你们可不要这样的。你给我闭嘴！让你再去撞墙，就是为了让你过上顾家女的生活。你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的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建坡，李建坡，给你宽限的时间已经够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入伙？欠你那个1亿。你什么时候能够还上？欠你那个1亿。妈，你大量大量，你再宽限我时间半个月，你到时凑齐了，我一定交给大牛的。凑你妈！给了你3个月时间还不够？今儿不把钱拿出来，就扎了你的身。我和女儿，你扎他，你他的钱太过珍惜。对，2个亿，给得起。我一人在南方等你。送钱的路上，你他妈耍我呢？这么多钱需要送？我没耍你，信不信由你。先给我打1000万，立刻马上。马上就来了，不差这点时间。大哥，这小子给你装蒜呢，要不先打断他一条腿，你看他拿不拿得出来。这小妞长得挺水灵的，是你老婆。这样，先把她借给我玩几天，钱就不用着急。拿开你的狗眼！听见没，兄弟？这傻逼怎么跟我说话？给我打！我哎，王哥。这是我侄女，只要你答应帮我宽限，我让她陪你玩一天，没问题的。你说什么？给我闭嘴！老板，您还行吗？正好我也好几天没开荤，
行，就给你宽限点，让这个小妞好好的服侍服侍。雨溪，对大伯，雨溪，快去！你是他大伯，你不是他父亲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？想必这没什么。帮帮你大伯吧，人生生不起了。原本我可以帮你的，但是你别想打我老婆的主意，否则的话，一个也别活着走下去。完了，若真打了一条腿，你看他还敢不敢说？若真，住手！秦先生也是你不能惹得起的。秦先生，属下来迟了，十个亿已带到。秦先生，属下来迟了，十个亿已带到。十个亿？你他妈开玩笑啊？这人可能眼盲吧？呈上来。是。张行长。秦先生，这是您上百个账户的其中之一，随时可以提取。还他妈上百个账？张你妈呢？老子就他妈不信，是你这傻逼穷的眼盲。张行长，你是周海谷的张行长。报告，我只是来给秦师傅咨询。张行长，他真的有十个亿啊？千真万确。好吧，我也有 POS 机，要不刷一刷试试？行，老子今天就给你们看看，要是你们敢演戏骗我，今天就把你们都废了。哎呀，好了钱，十个亿。好了钱，十个亿。好兄弟啊，谢谢你的十个亿。老子从小到大就没见过这么多钱啊。走，兄弟。潇洒劲儿，来！黄哥，我就欠你两个亿，你把他八个亿还我呀！还？还你妈呢！这八个亿就当做是你的利息。八个亿利息？你抢劫啊你啊！说的对，老子就他妈抢劫！要想活命，就他妈闭嘴！走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来，还！你干什么？老子可是红山集团的人！我管你红山还是某山，敢碰秦先生的钱，找死！给我拖出去，全部废了！我都活得后悔了！秦先生，请您放路。伯母，这张卡里有十个亿，就当做是您的聘礼，你收还是不收？这张卡里有十个亿，就当做是今天的聘礼，你收还是不收？收收收，当然收。小天哪，没想到时隔五年你这么有钱了，早收不就好了吗？陈老师，年轻有为。李希啊，刚才是大伯不对啊，你们的婚事我很赞同。李希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当做物品送来送去了。雨溪啊，你和晴天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三天后。是个好日子，到时候我们都会去的啊。给十个亿，我八个亿。放心，我没什么关系，你呢，就是我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闺女有两下子呀，先是赵家，现在又来了这个傻白甜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么大动静，怎么赵家没什么反应啊？那谁知道啊？啊？哎？哥，你那一个亿
哪来的？说，你那一个亿哪来的？我不说，我不说，别打！你抢银行了？那钱是我爹给的。老子打听过了，你爹就是个捡破烂，能给你一个亿？不打。我说，那钱是叫秦简给我的，他手里肯定还有。我带你去拿。明天。你刚才在我这输了一个亿，你找我借多少来着？三千万。三千万就当是你带我找他的路费。走。玉倩，说要娶你，戒指都没给你买。没关系，今天咱们好好挑一挑。好。欢迎光临，两位需要买点什么？温姐。啊，这边请。李雨熙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下地走路了？你不是瘸了吗？张倩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老公前夫做矿产生意的，我们俩快结婚了，过来见见面。你就是李雨熙啊？说是听说你跳楼了吧？说话。说是听说你跳楼了吗？说话呢？谁呀、啊？你在拽什么？你怎么跟我大学闺蜜说话？雨熙，这位是？啊，我是雨熙的未婚夫，我们也要结婚了，刚好过来买戒指。就你这穷酸样，还买得起婚戒？对啊，雨熙，你怎么找了这么个未婚夫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是嫁给赵家那个傻子了吗？真的假的？还有人看得上赵家那傻子？可惜了，人呐是真不错，便宜了傻子。那是真的，我们同学群里都传开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跟我老婆说话，你在叫什么？算了，我们学我们的，不要跟他们掰起嗓。老婆，看见了，一辈子都不要嫁给这种龟男，真丢人！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不是。穷小子一把戒指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两位眼光真不错，这是我们今年的特产南非大钻戒，100%纯戒，一枚啊10万块，今天打九折。10万块？嗯。10万？小兄弟啊，不是我说你老婆姿色呢。这枚钻戒我要了，老婆送给你当小礼。谢谢您，老公，我可太爱你了。对不住啊，雨熙，我老公他就是这个性格。算了，你们喜欢就拿走吧。谢谢你，等我们俩结婚，一定邀请你过来。哎，你放心，一定不会收你的份子。这年头嘛，赚钱就好。老婆，走。钻戒买了，给你提车。再见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谁让你把戒指戴？谁让你把戒指戴的？怎么？你还想跟我争啊？你有这本事？告诉他，我卡里有多少钱？是啊，一共还有2500万。听见了，2500万，老子用钱都能给你砸死。雨熙，你要是看不准的话，我就把这些金店买下来，慢慢挑。什么？老婆，还要把金店买下来？你是哪家的富二代啊？啊，这么能吹牛？雨熙，你老公没钱也是给你，但是他没钱还喜欢吹牛逼，这太不靠谱了。把凤林路13号的金店买下来。老婆，他真要把金店买下来？雨熙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富二代吧，这样你也能……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周倩。行了，老婆，别跟他废话，我今天倒要看他能不能把这个金店给买来。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两位是倪雨熙，倪小姐。他就是啊，你找他干嘛？啊，倪小姐你好，我是金店经理，只是转账合同，你签下字，这间店就是你的吧。什么？
你签下字，这家店就是你的了。什么？啊、你说这家店属于我的了？对，就是你的。雨溪，我签字吧。你真是这家金店经理？你不会是诓我吧？告诉我这家金店多少钱？我们这家店所有首饰、钻石、黄金加起来一共是5000万。5000万？就这么说给他就给他了？你不是在骗我吗？你这来没首饰的，还是捣乱的？赶紧滚！这里不欢迎你。他妈怎么说话呢？你瞧不起谁呢？算了，老公，别在这丢人了。滚！你什么意思？我丢你人了？他不就比老子有钱吗？你丢我干什么呀？小姐，你是不是看见他比老子有钱，你想着满脑陪他睡啊？啊！你说神经病啊你！小子，你把老子打了。小姐。今天是吧？记住你了，这笔账不就这么算了？哎呀，大侄儿，大侄子，哟，你这咋回事？挨打了吗？是挨打了。叔，这不是想请咱们工程队老坤帮我们摆平一下。老坤呐，最近几天有上点事儿，二叔正准备让他出国躲一躲，这点忙能帮啊？你这谁打的你？大叔放心，规矩我懂，那人就是一落魄鞋夹子，随便弄。好，自己做就行啊。狠一点，二叔给你兜着。谢谢你。等着吧，小子。我不但要玩你的脑子，还要看着我狠狠的玩你。各位，你们既然是置办婚房，这套489平的别墅就刚刚好，不贵，总价才1500万。好，那就这儿。待会儿呢，会有人给你联系，我去吧。啊，好。云溪，咱们的婚礼就在这儿举行吧。爸，妈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爸出事了，他被人捅了几刀，公司也被人砸了，现在在医院。好，那我陪你一块去。好。好，那我陪你一块去。好。妈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我离婚的时候就跟他说过，千万别去跟中海商会作对，他就是不听。现在出事了。这活该！医生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病人的意识恍惚了，但是在接下来一周时间内需要静养的休息，尽量不要来。爸，爸，雨溪，你来了。大家说你今天要结婚了，本人还想要祝福你。伯父，您先好好休养。这个什么？李成东，这次就当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再敢碰我周海商会订单，你全家都要死。你全家都要死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位是我们周海商会的林副总，你们说话恭敬点。中海商会就是你们找人捅了我岳父的？怎么？看你这样子，是想找我中海商会报仇？让你们商会的会长到医院来道歉，不然的话我就亲自找。你有种没有？已经很久没敢动我的话，我每次带你亲自找我报仇，你最好别走。走。女婿，中海商会不好惹，你太冲动了。他们是西海那边的过墙龙，很团结的。你放心，伯父这口气。我会替他讨回来的。小姐，这事就算了。伯母说的对，我不应该给他们争的。我后娘就要结婚了，找好点的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晴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晴天，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。我不想让你为我爸设想。听说中海商会他们很不守规矩。好，都听你的，老婆。
唐燕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自从我爸妈离婚后，我的经济来源就缺少了。那个时候有个叫刘庆峰的人，每个月都会在我的账户暗中打钱。刘庆峰？你认识他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兄弟。你还记不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差点入狱那件事儿？刘帅，我帮你扛了。哎，是兄弟就别劝我了，你是公子哥，比我有前途。等我出来，我肯定找你要一大笔钱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等我出来，可以进来接我。行，走。是他？该死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青山，你能联系到他吗？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感谢他。哦，对了，他给你打多少钱？挺多的，每月都有打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少爷给你一个亿都不够，现在还想找他要钱？我真的还想再多活几年呢，可咱们说不拿3000万，你就要把我媳妇给卖了。卖了就卖了吧，李峰没你这个儿子。爹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是你亲生儿子呀。滚，你给我滚。少爷小姐，你们回来了。少爷，您能帮我个忙吗？我求求你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少爷，这个女子把你给她的一个亿又收七分十了，现在人家还要3000万，不然就要她的命。一个亿，你一晚上就输了？我也不想的，只是他们都去害我。我贱，是我贱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。看在你是扶叔儿子的份上，我负责帮你。不过3000万你就别想了，给你多少钱都没用。七分十在哪儿？带我过去吧。少爷，少爷，在我们厂子里偷钱啊，不行了，儿子，人带我来了，你骗我？你瞅我像是能给人当牛做马的人吗？你能拿出一个亿？说理就绝对不止，这个秘密值一辈子。什么？小子，你很勇敢，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这不就是棋牌室？知道就是，还不赶紧把钱还给我？他欠你多少钱？3000，今天翻4，临头给你抹了，给我一个亿。1000翻4，高了干什么？没钱，没钱你装什么大款呀？人，把那双手双脚给我剁了，你老拿着他喂鱼去。老总，吵吵啥呀？啊，客人都投诉了。是是是，好，这个人不懂事的喝，我给你处理。秦先生，怎么，你认识吗？哎呀，何止认识，你的大名我已经理解了。老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就是合伙人。闭嘴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把中海市地下龙首秦飞下台的秦先生。你就是把欧阳老大赶走的那个？哎，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，我都是听了这小子骗了我啊！绝对是明星，这逼畜生怎么能赶走欧阳飞呢？他妈的！你猜黄总会不会骗了你？你他妈的！够了，大哥，我给你磕头。我给你磕头，您说磕几个都行。你叫二龙是吧？把我那一个亿还给我，然后再废了自己的第三条腿。今天的事情你就既往不咎了。第三条腿，这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！你干了，
大二狗的命都要没了，还跑第三条路？他妈，让我帮你一下啊！金先生，你还满意吗？欧阳飞鬼住中海市吗？滚了，早就滚了。那现在中海市的地下世界谁在掌控？大家都在打架，谁的地盘大就靠谁。那你想？那你想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但是还得秦先生帮衬。我给你十天的时间，把地盘给我收拢一下，到时候我再走。秦先生，靠我一个人恐怕不行啊。我派人帮你的。哎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救救救我，带我走吧！我孩子还等着我回家喂奶呢。不认识呢。秦先生，需要搭把手吗？不用。哎，都上呀！祝秦先生一夜春宵。哎呀！行了，别装了，啊！谢谢你啊，帅哥，回头请你吃饭呗。帅哥，还有什么事吗？站住！帅哥，还有什么事吗？钱包还我。滚吧。死了不眨眼！帅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少林寺下来了吗？徒手就能安顿了一辆车？是啊！快！来对箭头拍个照，我到时候给你发网上去，肯定能火。来，不必了，我还有事呢，你们让一下。哎，帅哥，我叫王小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装什么高啊？什么狠？这么缺德？吴兄弟。兄弟，什么东西？胡说！胡说！胡说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少爷，他们把小姐抓走了。谁？谁抓的？是哎！胡说！胡说！该死！给我滚出来！叫你们看个人都看不好，是干什么吃的？请店主责罚。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，查出雨旭在哪。查不出来的话，你们就人头落地。是。别他妈叫唤，臭婊子！别急，等会儿让哥哥好好收拾收拾你。等你那个男朋友到了之后，那才叫刺激啊！不过在这之前嘛，你首先好好睡一觉，让老子好好爽爽。让老子好好爽爽。大哥，人到楼下了。这么快？臭婊子，算你走运。行啊，小子，挺有种啊，居然敢一个人。给你十秒钟，放了我老婆，不然你活不过今晚。听见没有？大家都听见没有？这废物怎么跟老子说话呢？还他妈装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知道老子是谁？今天你的人打了老子，你以为就这么算了？我不管你是谁，
敢动我逆鳞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还他妈装！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呀？这样，今天你要是从这跪下，爬上石刻来，我就让你看见我玩意。我就让你看见我玩意。给我打，我死给你打！这么能打？坤哥，赶紧上了。听说喜欢传汤的恩都是你打，今天想挨几拳。他就是你的隐上。小子，知道我坤哥是谁吗？死在他手上的人，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好，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手上死过多少人？你，原来是个你欺负我。原来是个阴气高手，饶了我吧！晚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但是也不知道珍惜啊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不要杀我，我是红山集团老总的侄子，今天你要是敢杀我，明天你就给你全家都收尸。我老婆在哪儿？在楼上。楼上再见。大哥，大哥，雨欣。齐天，你终于来了，吓死我了。雨涵，护士不是来了吗？嗯。这东西是你的？不是我的，大哥，不是我的，你别冤枉我呀！看你真是活腻了。看你真是活腻了，大哥，别，大哥！姐。喂，二叔，怎么样？把那家伙收拾了没有？赶紧让坤哥回来，今天让他出去避避风头。二叔，坤哥他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坤哥他被废了。什么？谁废了老子的左手？是我废的。嗯，你就是红山集团的老总。哼，小子，你有点本领啊！我劝你最好赶紧把我侄子放了。要不然，我让你一辈子不能安生。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他觉得愧对我，所以就自己哭。什么？什么？王八蛋娘！你看得罪老子的红三集团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，红山集团是中海市最大的地产商。不用担心，就算他能力再大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死的，真的死了吗？是王总，他跳楼摔死了，官方说是自杀？什么？这他妈的！好，给我查清楚！今天什么来路？还有，我孩子都给我查清楚！咱们付出代价，还不快去！是王总。我
混迹了这么多年，实力变得成这种了，等我什么给老子动？慢点，慢点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李现，以后这儿呢就是我的新家了，新家大院我打算用来做祖宅。好。少爷，这栋别墅得多少钱呀？啊，不多，也就几百万吧。副主，在。我在外面给你备了一辆新车，以后雨欣想去哪儿都由你来接送。是，少爷放心。晴天，你这些伤疤是从哪里来的？当年去了中海后，我去金三国待了一段时间。金三国是那个有名的？嗯，我杀了一个军阀才获得资格，去凌霄山学了通天的本事。原来你那么有钱，都是拿命换来的。都过去了，雨欣，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以后过平平静静的日子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我爸还在医院，我想等过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差点把这件事忘了。唐伯，您作为本地最大的外贸龙头，这份上百亿的合同就拜托您了。还不给唐伯递上笔？中海商会胆子太大，居然想利用我唐家的势力控制整个中海。不敢，唐伯，只是地下世界而已，外贸的生意我们绝不染指。你们知不知道是谁摘了欧阳飞的帽子？他是你们惹不起的，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。唐伯，你等等，我们中海商会诚意很足，100亿不够，我们可以给200亿。是你想捡的，给我滚出去！我说过，中海商会不上门道歉，那我便欺负我们。这事儿你应该没忘吧？小陈，这个人你认识啊？哥，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，那个大言不惭说让我们中海商会上门道歉的人，也是你的工作女婿。这个程东，是不是那个偷了我们中海商会协议的人？是的。我怎么感觉这人？这么熟悉，让人把他给我赶出去，免得影响了我跟唐老签合同。好，来人！你的意思是不想给我岳父道歉吧？道歉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我中海商会道歉？给我废了他！住手！唐伯，您这是打打杀杀，成何体统？你们中海商会是流氓头子还是生意人啊？唐伯，我闭嘴，你下去吧。小伙子，我看你挺眼熟的，也许我们在哪见过，不如给我个面子，有什么话坐下来聊，好不好？不必了，我今天来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让中海商会付出代价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老子给你脸了。小伙子，太猖狂了。中海商会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，做事还得留步。你谁呀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不想死的话就滚一边去！怎么跟唐伯说话的？你知不知道他是中海唐家的管事？中海唐家，这意思是你想保中海商会了？小子，老夫劝你别不知天高地。中海商会和我唐家关系密切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赶紧给我滚！让中海唐家的家主滚过来见我！唐伯，您听见了？这小子还挺会装，到现在还在大言不惭。
小子，你要真心和我堂姐作对，也得有这个能力。林江山，给我废了他，我就跟你们合作。好嘞，堂主。您怎么来了？唐家千喜，参见秦先生。唐家千喜，参见秦先生。老爷，这就是赶走欧阳飞的秦先生。不错，是你得罪了秦先生吗？还不滚过来坐下！参见秦先生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唐老爷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呀？秦先生，你让我过来有何吩咐？你的管家要保中海商会，他们险些杀了我岳父，这个责任你要跟他们一起承担是吗？什么？唐家那个狗腿子，唐家子民得罪秦先生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老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滚！给我滚！再也不是我唐家的狗腿子，滚！唐老爷，你有话好好说。闭嘴！林三丰，你活腻歪了，竟敢拉我唐家下水，惹怒我，你一个人承担吧。秦先生，今天多有得罪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择日我唐家背后里亲自登门致歉，告辞。你们两个想怎么死？李哥，之前是我不对，这张卡里一共一亿五千万，请您一亿。哎，李哥，这个呢是我们中海商会50%的股份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又是我们中海商会最大的股东。你们这是？你收下呀，那么多话干什么？女婿啊，是你让他们来道歉的吧？伯父，看在这两个人诚意这么足的份上，那就都收下吧。是，秦先生说的对。你看，我们都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之前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您见谅啊。李哥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您大人原谅就找我吧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不计较了。听清楚了，那就滚吧。啊，滚！几年不见，你本事大了不少。当初啊，都是伯父不对，还阻拦了你跟伯父。那都是过去式了，我今天来主要就是想告诉您，等您出院之后，我和雨熙会举办婚礼，到时候希望你们能来参加。放心。给我来了，你只会保你，你可以的吧？啊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真的，中海市的地盘我已经收拢了80%，都亏到红姐。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翻遍整个中海市都要找到。天哥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找不到的话，去你妈的！洗了半天，给老子洗成这样！这不是给你洗干净点吗？您等等等，再等等，滚开！老子看你没那么闲。哎，哥哥，没理。洗成这样，还要捞老子钱？要不这样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再给你洗干净点，再洗干净点。想要钱是吧？给老子跪下，喊声爹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兄弟叫你爹？你配让我兄弟叫你爹？管你屁事儿！你老子滚开！不想死在这儿的话，就给我滚！六个月啊！老大哥，我先去滚。老大哥，
没事吧？我不认识你，兄弟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我不是你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们走吧。刘大哥，我们这次来是来还钱的。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我账户打钱，我想说。若小姐，我知道你说什么。啊，刘大哥，我。行吧，我知道前几年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毁了你一辈子。走，走，那你就出现吧。放弃你们自己的生活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秋芳，我知道你现在缺钱，你要多少钱你跟我说呀，我都可以给你。现在知道给我钱了，五年前你一声不肯走了，我从孤窑出来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兄弟，我知道是我不对。可是我也有苦于衷啊！去你妈的！猎户入兄这两个字，你这辈子你都还不起。老婆，我们等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个窝囊废！房东今天说要把我赶出去，你知道钱吗？钱吗？我、哦，你怎么你老娘当兄弟妈嫁给你，苦了自己一辈子，钱钱没有，嫁给养不起，是不是死啊？我先去做饭。去死啊你！朋友一生一起走。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。启禀店主，属下已经查出结果了。如今山海关的关主掌控着当地权势最大的赵家，权势滔天，叫秦风，是您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弟弟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弟弟呢？弟弟？我怎么会知道我还有弟弟呢？当初他被您的父亲抛弃之后，便被领养，一直在山海关内战，做生意一步登天。是他杀了我父亲，灭了我秦家。是。为何要这么做？属下不知。山海关内的关系错综复杂，除非店主您能亲自动用凌霄殿的力量，方能进一步探查。我该如何动用凌霄殿？启禀店主，拿出凌霄令，号令天下便可。凌霄令，记得下山时师傅的确给了我一个令牌，你放在钱包里了。看来今天晚上行不错呀。大哥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子想干什么？现在老子在场上得当啥？你有这本事吗？场上做骚啊。长得够骚啊，身材又这么，怎么想不开干这样？来，把他带到厂子里卖身。好的，大哥，走，别走了，上去。谁让你们？哎呀，救我！怎么，你想英雄救美？臭的，你什么来头？英雄救美。我可不是来求你，我也是来找他麻烦。不过我建议你，先把他交给我。这位兄弟，你本事挺大呀，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方，敢跟老子我这么说？我不想重复第二遍。嫂子，你听我奶奶啊！行，等老子把你打进医院去，看你还怎么。等老子把你打进医院去，看你还怎么说。你啊！现在可以的。
东西给我。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只给你十秒钟的时间，十秒钟到了，我还没看到东西的话。安然，我真没拿你东西，我不知道你是在说什么。你这样，我害怕的。凌霄令拿出来。哦，你是说那个东西啊？给你呢？这够吗？你想跟我耍什么花样？我已经救了你两条命。我知道那个东西对你很重要，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的。说吧，流氓，我的时间不多，别废话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我要你假扮我未婚夫，回去见我爷爷。说清楚点。我之所以做这行，是因为我爷爷要逼着我嫁给山海关的赵国奇，我不想嫁，所以才逃婚离家出走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很清楚啊，只要我回去假扮孕妇，回去见我爷爷，他就只能退婚，这样我就不用多管闲了。我已经有未婚妻了，你找别人吧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别，男朋友也行。哎，就几分钟的事儿，这样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二十万。凌霄令是发号施令的关键职务，不得有所闪失，去一趟也无妨。怎么样，长得像不像？还行。那走吧，你别忘了我昨天跟你说的，你要按照我说的来，只要瞒过我父母就行。走。喝茶。完了，赵军也在这儿，这下要是被揭穿可就完蛋了。爷爷，爸，我回来了。不孝女，月亮还知道回来。你简直把我们文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小强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肚子怎么大了？你给我滚过来！爸，爷爷，离家出走是我不对，但我也是为了和心爱之人在一起。我怀孕了。文老爷子，事已至此，这事就没什么可以谈的，联姻之事就此了。放开！你有气死爷爷呀你！不是你这王八蛋拐骗了我女儿的，我今天让你哭着求求我！赵家主到。是他，店主，您看，这就是赵家家主。我见过他，秦家被灭绝的前一晚，他曾来给我爷爷祝过寿，是他毒死了我爷爷。山海关赵家，好一个赵家！哎呀，赵老爷子，你怎么大驾光临啊？说一声，怀孕了。赵老爷子，你先别激动。小倩，他不是无意的，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。余地？什么余地？让我赵家娶这么一个破鞋，开玩笑的吗？好大的威力！你爸谁破鞋呢？还敢顶嘴？你害了我们魏家一辈子。赵老爷子说你破鞋，有什么不对？我才不是破鞋，我不要嫁给赵家。我不要。逼我！我不要！所以你就找了这个废物，让他上了你。哎，你说谁是废物呢？敢干犟事！你知道站在对面的是谁吗？害了我们文家和赵家的百年香火。赵家，今天我让他们就此覆灭。你说什么话呢？喂，
让他赶快滚！因为他是我们文家得罪了赵家。你想走了，就不怕我连你们文家一块灭了？好一个覆灭了文家赵府！我倒是想看看是怎么覆灭的。你小子，你们撒泡尿照照镜子样子，敢在我们面前说这种话！动手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情要问清楚。五年前，中海市秦家一夜之间被血洗，这件事情，你赵家也参与其中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个秘密？秦家？什么秦家？我赵家覆灭了这么多人，秦家什么来历啊？叫秦天。秦家的那个逆子，说对了。告诉我那个弟弟，赵家家主现在就在我。要是想保他一条命的话，就叫他跪到我父母坟前谢罪。秦家逆子，几年不见。倒是年轻气盛了不少，你再有本事还能把手伸到山海关赵家？爷爷，别跟这小子废话了，这小子太他妈冤种了，让文家人把他打残了。我送这一个对，来人！这个，你是我男朋友，谁也不许动他！小野种，犯了天了你！你知道你现在背面的是谁吗？你想毁了我们文家吗你？爷爷，我求你放秦天一马，跟他没关系。滚出去！他没有你这不孝女，滚滚！爷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文家家主，而你该退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你真是疯了。这不行，死老夫就成全你，还动手他就废了。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怎么会有凌霄令？难道你是凌霄殿的人吗？这凌霄令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能让你如此惊讶？你连林霄令都不认识，就真是白活了这么多年了。走，回山海关。爷爷，这行不？站住！我说了，在我那个弟弟没有下跪道歉之前，你们谁也别想出这个门。你以为你有林霄令，赵家就怕了你了？凡事留一线。当年你赵家对我秦家动手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留一线？赵家要走，没人能拦得住。走！我看没有秦先生的命令，谁敢走出这个门？嗯，是阎王李沧海。凌霄殿十大元老，荣国首富李沧海参见秦殿主。秦天，此乃凌霄令。将其收好，日后下山可号令殿内十大元老，他们之中要么富可敌国，要么权势套取，见此令下跪觐见。是。凌霄殿十大元老荣国首富李沧海参见秦殿主。起来吧。这小子居然真是凌霄殿殿主。秦先生，刚才是我文家不对，是我文家油盐不是泰山，你们大言不惭小人过，你千万别给我们文家记仇啊！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对呀，你回家，快！完了，从现在开始花了500，把你们文家所有的资产和企业都转到了秦先生。什么？哎呀，赵老，你答应过要保护我们文家。
不见死不救啊！小店店主，今天没见你如此的地步，你斩尽杀绝！哪有那么多当初啊？善恶终有报，今天让我撞到了你的赵家，那就是老天开了眼。你就是有点靠山，我们赵家可不怕。还有那个什么李才，有种你就来上海。给我住嘴！爷爷，你我用我孙子的命换我的命，外加100亿，今天这笔交易你做不做？爷爷，你的命就值这么点钱？100亿，秦先生唾手可得。老爷子，你真认为店主会在乎这些？多少？我要你赵家捐出全部资产给贫困基金，并且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赵家祖上海关出。什么？哎，老先生，咱们这赵家的资产有多少钱？差不多10000亿左右。10000亿？这说捐就捐啦？姑娘，你认为这10000亿在秦先生那里算什么？如地上的粪土不值一提，想斩尽杀绝吗？赵家一半的资产，一半的资产还不够吗？看来我弟弟只是你的命不值钱。刘轩，还有提点什么？你能放我一马？回去告诉我弟弟，让他去我父母坟前谢罪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亲自登门找他讲讲道理。晴天，你还会来江南市吗？如果你还有本事从我身上偷走凌霄令。其实我一直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，你想知道吗？有意思，你这个女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早就在利用我凌霄殿替你夺权。凌霄殿主这个身份，谁都不掩着，没有你，我一辈子都进不了凡间。不过这一次。我也帮你解决了赵家，不是吗？店主，那个女人想算计你，要不要？不用，她很有意思，是红月带你来见我的。没错，凌霄令出事，我们这些藏在四周中的老东西，当然出来就叫做肥油啊。除了你这个首富之外，还有谁啊？国内的就不说了。国外的五大豪门家族，包括墨菲边境的各大总统，只要凌霄殿一声令下，他们都会。凌霄殿的势力这么大，您刚刚接手，不知道是很正常的。您只需要知道一点，只要有凌霄殿在，你做任何事都不用考虑后果。女婿啊，你现在有空回来一趟吗？你大伯他。他出了点事儿，想找你帮忙。好，